Yeah.
才好论不论啥的。四百美金多回先打大旗，我大宋之民才会平安归来呀。副座，这是金钱吗？弟弟，弟弟，不要吓好不好？长发棒，下雪了，怎么会下雪了？老五，怎么下雪了？啊？笑一个。给那个灯光，他刚刚很喜欢看姐姐，好。